玲玲、笑笑、月月、哼哼。林可家族守护精灵，小手姐姐。哎呦！啊，月月，你还好吗？哎呀，姐姐，这里摔了一个洞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可是月月的新裙子，补上就好了。就算补好，也肯定是个难看的补丁。月月的新裙子完了。不会的，月月别急，姐姐有好办法。哦，好了，缝好了。哇，破洞不见了！姐姐，你还在这里绣了紫罗兰花。月月喜欢吗？太棒了，月月太喜欢了。谁都看不出这朵花其实是个补丁，你真是小手姐姐呀！哎呀，月月，你的手也受伤了。没什么，一点小伤而已。不行，我去拿创可贴。小手姐姐，不如你在这里再绣一朵花吧。